妈祖慈悲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络大学堂，来学习一些五术命理的知识。那最近呢，顾问都在分享三一象命谱的五术中的三道，那三道叫仙道。那透过呢宗教信仰一些道法。一个方法，一些风水习惯，可以来改变我们的命运，啊，逢凶化吉，趋吉避凶。那故呢，要分享信解行证，天上圣母经这本经典，我们就可以依经奉行来改变命运。那今天故来分享啊，故人。自己的经验啊，所看到的，所遭遇到的。那每一年呢，三月十九、二十，故呢都会回到北港去进香，都陪着一的妈子呢回娘家。然后当天晚上，还有二十号、十九、二十晚上，有机会，那故呢一定会跟着教班去走绕境。还可以像北港那个两天绕境，可以看到穿着教班衣服、朝天宫的一个祝福啊，红色的一个祝福，大家被炮炸得满头都是黑的啊，乌头乌面，对不对？那看这些这个教班兄弟，你如果有亲近跟他们聊天，你们就会发现不得了啊，这些里面很多都是企业的大老板。成就都很高啊，有的是会计师啊，有的是律师啊，啊，有的是医师啊，哎，都跟着这样抬轿子闹劲啊，啊，跟一般人都是一样啊。那跟他聊天，大家都跟妈祖有一个缘，有个故事。那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虔诚？不管是大甲的教班、白沙屯的教班，还有北港的这些教班。各地方庙宇的教班的这些啊信徒，这个教夫担任教夫的工作，这么样的虔诚，妈祖只要一出行，这样北港妈祖到各地呢闹去，就有一堆的好几百个的那个教班，请给玛莎一起来参与。大家为什么这么虔诚？那我今天呢，想跟各位分享。依据我们的正法经典《天上圣母经》怎么说的？清起莫相，无感而不通，就是我们虔诚的在妈祖的神像前面来祈求，我们就有感应，人神就会相通。你跟他求什么，妈祖就会听到了，都听到了啊！他也会反应给你，让你感应到。那在后面这一段呢，密眼神咒，像我们同修会呢，一德妈祖叫我们一定要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也就是说，你懂得跟着妈祖去绕境，一直看着妈祖的末相，然后帮他抬轿子，或是随身跟在后面，像灯脚跟着后面走，啊，你望着他的。像啊，你可以祷告，那妈祖就会跟你感应相通。然后接下来你要密眼行咒啊，那个神咒呢，我们以六柱大明咒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就是坚持我的身体、我的意、我的心意，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坚持它像莲花一样清净啊，清净。那所以。妈祖说：“你跟我祷告，然后要密眼神咒，你要诸白所黑，要一个清净心性，要清净，而要梦，要守住这个黑那个净。那大学之道讲的定静安立德，你要懂这个梦，就是守住这个黑。所以后面都讲的，收服二将在西北。”那西在五行为金，北为水，就金将金跟水将金。那一鸣千里眼，
啊，千里眼就是金将军，啊，一冲顺风耳就是水将军，水金将军，就是要把我们的知白守黑，知道金，知道黑就是水，叫知白守黑，啊，守黑啊，在西北，那就叫金跟水，金将军跟水将军。那千里眼就是我们眼睛，金将军就是眼。在知白，要知道我们的眼睛，那手是我们的耳朵，耳就是水，耳是水，啊，所以金将军、水将军要能说虎，也就是我们参同契所讲的，道士所讲的，知白守黑就是说事还听，所以我们不再看外面，要开始看里面这个心。我们有没有像莲花出泥而不染？我们不要听外面的，要反听，反听自己的声音，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没有清净？也就是大学之道，定静安立德。当我们静下来了，定下来了，我们智慧就会开，就会得到这个智慧，就会开悟。然后你说事还听。然后就可以怎么样，水虎神威，你就真的来佩服，来称呼妈祖的神威，而皈依到所谓的正教。正教就是有经典的教义，佛法僧三宝，佛法就经典，还有三老师，你要皈依。那你皈依到一个团体，一个僧团，那读这个经典，那才是正信的信徒。那正信的信徒要说虎二将，看到千里眼、顺风耳将军、金将军、雪将军，说事还听，开始要守戒，才会定，才会慧，才有智慧。就是佛教讲的三学：戒、定、慧。戒、定、慧。那我们再投入一个正教。就一个僧团，那谁是效命？谁是效命？就是帮妈祖效劳，所以我们要参加这个教帮会，就很多人都会参加教帮会。那妈祖出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绕境的时候，我们会来效劳。谁是效命？然后妈祖的游化人间，就是在茶间报事，我们会跟着去看。我们跟着妈祖去绕境，在茶间报事。掌上华二来帮妈祖呢，服务就是护国佑民。帮妈祖呢，就是护国佑民。抬着妈祖的神像去绕全省，到各地去绕境。像白沙屯呢，就会走到北港；大角会走到新港，然后会绕境，到处去看看，悲悯浊世众生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时候若有啊，这个他讲到喽。若有夹客一呼，就是做生意的啦，哦，啊，做中介的啦，都可以啊。还有一呼，还有龙工，哦，然后技艺，技艺就是演艺人员啊，技师人员啊，啊，就是龙工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那种作经营还是是农夫，还是要做什么样工作的？啊，现在就网络啦，电脑啊，你就是在种作经营啊，或是青年啊，行兵布阵，你是国家的警察啊，青年啊，你要行兵布阵啊，去抓小偷啊，啊，抓通缉犯啊，啊，打仗啊，啊，演习啊，啊，或是呢，临产难啊，就要生孩子，都要面临那个九死一生啊，啊，就。现在医学是比较进步，还是很危险的，无常的发生啊，或是光辉了寡，就是年老要告你，很多烦恼，很多灾难啊，啊，身体不好，抵抗力差，啊，疾病呢，一直医不好，疾病缠身。这时候呢，就是一直念着南无天上圣母菩萨，南无天上圣母妈祖菩萨，南无妈祖菩萨，一直念他的圣号。或是我们的拜拜妈祖伯啊，妈祖伯啊，伯啊伯啊，还是妈祖妈妈，你一直叫一直喊啊，妈祖在
我既因此服感，服就是像服弹一样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你一直称我的名号，一直称我的名号，啊，系令所愿，就依照你的愿望，重新依照你的心念解除苦恼。你是做事业啦，还是在生产呢？就在生孩子啊，还是你有官司，还是你生病？你这些烦恼就会把你气死。你称他一声天上圣母，我天上的母亲妈祖妈妈，叫他一声妈妈啊，你也就是你有皈依他了。那你皈依他以后呢，又读这本经典，你懂了啊，懂得四海分灵，你就是到庙里面，到僧团去，要一张相片神像啊，一个大壶小壶，有妈祖的像，妈祖的名号，他就真的刻了一尊神尊啊，回家啊来供奉，就你有佛哦，你供养佛咯啊，然后称他天上圣母啊，然后分领了一尊佛啊，然后你的华春秋足堕，连绵不错，就是春天呢，就三月十九，还有九月九号妈祖生日的时候，你会祭拜妈祖。然后最重要就这句话：五常游化连天，到处现身，携菩萨之精神，悲悯浊世众生，福善后引，意在幻幻变化而不可测。就是妈祖会去绕境啊，游化连天，那他会到赏善罚恶呢，悲悯我们呢，到处去救我们。我们除了到庙里去拜他，妈祖也会走出啊，这个庙啊，到处去绕境，来看望我们，来保佑我们。就是前面讲的啊，谁是下命，你能帮他抬轿子，让陪妈祖走天下啊，查见报事，扶我救世护国佑民，那帮他能出来绕境护国佑民啊，也就是妈祖出来救众生，你有效劳啊啊！妈祖呢变化不可测啊，他呢他救人的方法是不你没有办法预测的，所以凡有尽信难你，你真的守得十戒了，十戒了，你很干净了。就是嗡嘛呢叭咪吽了，你没有声业，没有口业，没有意业，不杀不盗不淫，不妄言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贪不争不痴，加上不慢不疑，你这是定境安立的。这时候你皆成走境而祷者，你去祷告妈祖，所以我们这绕境跟着妈祖走，做他的轿夫，抬着轿子，或者跟着随箱，啊，就边走会边祷告啊，妈祖保佑我什么，保佑我什么。当然说如影随形，思想随身，随时都在你旁边，皆从其愿，又你的愿望是什么，他马上袭之以受，会给你福报。你不只是解决你的问题，你还可以帮你的家人或帮别人。来祈福，妈祖也会让他如愿，所以这段经文就说明了为什么很多的企业家、大老板都愿意呢穿上那个九班纱，很辛苦的走好几天、好几夜，像北港两天那个炮炸成这个样子，大家都看不出来，他是一个医师。会计师、律师，是个大老板。啊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经典上有讲，我们都有很多烦恼，不管在事业上、生意、商场上，都要竞争，都会遇到很多的坏人，也都会注视的人、恶人，都需要妈祖的一个护佑，所以我们呢有感应了，就发心。都跟着妈祖在走，
然后我们就验证了，就验证了这部经典《信解行证》，我们了解了，我们去做了，哎，真正验证的。我们有烦恼，那因为我们有参加教班会，我们叫做参加同修会、共修会，对啊，参帮马祖做事，油画连间，所以白沙屯在网络上，我们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，就会感动。那些兄弟们、那些信徒们，都为什么那么辛苦，抬着马祖教室走天下、闹全省，那令人感动。那所有信徒的参与，都在付出，多贡献，多付出，少获取，那种慈悲心啊！所以妈祖就这样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都很喜欢陪妈祖去绕境进香。所以我们也参加教班会，穿着教班的衣服，抬着妈祖走天下，这是我们的光荣啊！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，真的，身体弱的人走一走回来就变健康。那父母呢？身体弱，我们化个愿，然后去走一走，跟妈祖祷告一下，然后我们婚礼妈祖的相片、妈祖的神像回去来拜拜、来祈祷。那妈祖随时都在我们身边，视之如虎。这是经典上面有讲，也是妈祖在这个天上圣母经教育我们的。只要我们信、相信他讲的话，了解他讲话的道理，逆眼神咒 Om Mani Padme Hum， 要收视环听，不要一直看外面。那反省自己的心，知足定静安立德，哦，智慧就会开了。然后我们加入一个僧团来帮马祖效劳，游化人间，悲悯浊世众生，春秋恶气。然后婚礼我们成为一个尽信男女，生业、口业、意业都干净的，诸白守黑，清净的心性就是白，黑就是墨，墨就是净，就是定，走至这个定禅定，我们智慧就会开，我们就会通省神明自来，说是还听诸白守黑，神明自然就会来，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以上呢是今天顾问所分享的。为什么我们会去当教班夫，陪着妈祖走天下？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祖慈悲。